欢迎来新闻现场，新闻继续来关心的是关宵节将要来到，为何失灵的长辈勇敢走出户外来庆关宵？该市消费处委托着基督教病院在再耕园举办着春游、长青庆关宵活动，和长辈亲自采花手工的狮头，并安排交通宣导和药灯迷灯，现场趣味阁好耍。该市政府社会处为何失灵长辈伫新的一年勇敢走出户外，特别委托该基督教病院二十一号伫再耕园举办春游长青庆元宵活动。立委李俊毅、议员鲍大伟也亲自献身，陪伴长辈做伙采花手工狮头。会保障的由志工带领长辈走到该市中山路菜街，并沿途发送巧克力给店家和民众。社会处讲，透过活动的举办，希望让长辈和邻近有更多的接触，让长辈感受庆元宵的热闹气氛。长青园他们长期来对我们老人家所做的照顾，尤其是日照中心都很多，大部分都是失能的老人，他们白天都来这个地方接受我们长青中心的所有工作伙伴们的照顾。其实老人家很希望说，借着年节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出去跟人群接触，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让社会能够了解说，我们其实有很多老人是需要照顾，是需要关怀的。每年呢，我们都会办一些长青园有一些民俗方面的活动我们今年呢，除了在我们园区这里做这个筛桃之外我们下午还会去采街然后呢，给我们嘉义市的老人家，给我们嘉义市呢，又我们老人家呢，给大家一起的一个祝福那所以说，我想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它是一个民俗上面的一个活动，那借由老人家来推广跟发扬我觉得是那个最值得去办理的一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都可以玩得非常的愉快。社会处表示，看到这么多长辈做伙参与活动，让伊相当欢喜，也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让长辈在新的一年会使和邻近接触，勇敢走出户外，并借由台湾母山的吉祥含义，带予长辈无同款的氛围。新闻台面，家己采访报道。